直接说，请问我们现在是三方通话吗？他觉得为什么我跟奶奶可以一讲一搭，然后跟他讲。我说没有，他真的在我旁边，可能他觉得很清楚吧。没有吧？他不是啊，他通常打电话应该是会只有跟一个人，然后怎么会多出一个人在讲话？他以为你是被诈骗的，真的。